受一下冰岛的这个风，听一下。树叶翠绿的，今天吃的是英式早餐。其实英式早餐就是培根鸡蛋，这个茄豆，还有蘑菇。好看，这个肠居然是羊肉做的，果然是冰岛特产，巨膻无比，我要吐了。162公里每小时，就很高速，他说危险。冰岛这个美食沙漠，来吃个这个 fish and chips 已经很好吃了。今天没吃蔬菜，吃个沙拉，还有这个冰岛的特色羊肉汤。刚刚那封路了，你看这个强风警告。每个小时126到162公里的风暴，太吓人了。这个羊肉汤，它虽然闻着有一股羊的味道挺重，但是吃起来还行耶。再给这个，这太奇怪了。你说。
别动。心还挺不错的，这是我们刚刚的东西，他该做饭呢，该做吃的，或者是厕所、房间。我们在芝加哥瀑布附近这里吃饭，看这个窗，外面的风好大。这个床都在颤抖。